老黑，你抢我手机干什么？赶紧还给我。不还不还就不还，我看你能怎么办。咦，那不是格力乔吗？他和贝利亚在一起干什么呢？格力乔，你怎么了？看起来这么伤心。赛罗哥哥，你来得正好，贝利亚把我和你的照片发出去了，怎么办？好害羞啊，如果让奥特之王知道就麻烦了。赛罗，你听我狡辩。不是，你听我解释，我是不小心才发出去的，都怪格力乔一直追我，我一紧张就按错了，没什么事，我就先回家吃饭了，白白了您嘞。我就是故意把格力乔和赛罗的照片发出去的，大家看了一定会讨厌他们，到时候我贝利亚就是大家最喜欢的奥特曼了。